哭了，杜总，不要换掉睿智波好不好？我们一定尽力配合。睿智波，你说了算。杜凌峰，好。周总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现在不是你个人问题了，现在是我们整个小组要面临被裁撤的危机。啊，来吧，说说，有什么办法解决？周总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到现在不知道啊？林达集团。 赞助海雅射击队开辟体育直播新道。再看下一条啊。杜凌峰接受采访，看好体育新星，透露接下来的第一步就是更换直播平台。设计队那边怎么说啊？当然是跟杜凌峰达成一致了，不然发什么通稿啊？要不这样，我去找杜凌峰聊聊。找谁？杜凌峰。你跟他很熟啊？ 行吧，那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呀！杜总，加个微信。好，我也加，哎，我也加一个。等一下啊！这个这边，我想你。哎，我也来，我想你。来。哎，杜总，咱们什么时候一起吃个饭呢？行啊，没问题。那谁请啊？我请。 谢谢杜总。出来一下，设计馆门口。哎，我出去一下啊。 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这不是忙业务呢？为什么突然赞助射击队？业务需要啊。哎，行吧，你想问什么？你在搞什么？为什么突然赞助射击队还施压睿智波？首先，不是突然，赞助这个事儿我准备很久了。那昨晚？昨晚上，确实没告诉。看你那不是在聊情商呢吗？ 没找合适机会，可是，你赞助就赞助，为什么要换掉睿智波呢？不顺眼啊，就你那领导叫什么来着？周祖光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纯粹看不惯。不会的，杜总。拜托了，杜总，不要换掉睿智波好不好？我们一定尽力配合。睿智波，你说了算。杜凌峰。 喂。